凌晨，凌晨，凌晨，凌晨。啊，卢氏。哦，我就是想把这个给你。这是干嘛？哦，那天喝奶茶不是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吗？我想了想，就给你织了个手套，当做是弄脏你衣服的补偿，希望你能收下。我不要，有这个时间多做点题吧。 那我还有话想对你说。其实我就想说你很棒，没别的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你为咱们班跟猪八皮讲道理的时候有条有理的，超级帅的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特别高冷的人，但今天发现你也挺讲义。话我也说完了。 手套我就先拿走了，确实有点丑，我改进一下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看了一出送手套大戏，现在当然要采访一下女主角啦。